入小女官的黄素玲小女。哇！你在念玫瑰经啊？对呀、啊。可是你的眼睛在看电视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两个都可以啊。哦，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念经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念经的时候也有可以看电视。可以啊。哦，这么自由啊。这个巧克力给你吃。哇，谢谢你，那么好哦。开始，ありがとう。蹦蹦，好妹，洗澡去。蹦蹦。蹦蹦，蹦蹦是这样啦，蹦蹦是这样，蹦蹦，那我们去啦，我们去啦，蹦蹦来接我手啊，哎呀啦，哎呦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哈，好了，那我们去吧，去吧。我觉得木木给我的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从他的生活当中感受到。他真的是活出了圣保禄使徒的那种喜乐的精神。I only lived with Sister Loretana for a very short time, but the short time I lived with her, I sensed that she is a very humble person, care deeply about the happiness of the sister, and I can also see that the community is very appreciate of her presence among us. 哇！他的平安跟他的微笑给我带来很多的平安。哇，我觉得木木有时候我叫木木很配，他的配让我更喜乐平安，还有体会到宝禄所说过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他常常说平平安安，那从他的平平安安也带给我平平安安，然后喜乐，就这样。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跟他相处已经43年那么久，我一次也没有听过他批评别人或是讲一些坏话怀疑等等，他总是对别人有一个包容心，一个理解同理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善的，因为善的就是爱。